관자. 这是味全龙的限量烧烤席，我爸爸是抢到的，闻起来很香哎。里面有筷子，有没有看到？烧烤席在右外耶，还可以跟董炳轩 say hello。我们今天准备很多加油道具，还有手套，就是要来接大师兄的300轰。哎呀，你要保重。Barbecue 结束后，还可以去球场跑一跑，这是我们最期待的。